你这一脚太狠了，赶紧带他看郎中去。哎呦，这救命之恩，是不是得以身相许啊？别瞎说。蛮妇，睚眦必报，又来报仇了是吧？那蹴鞠就是你踢的吧？谁让你弱得跟鸡子似的呀？你还黑得像关公一样呢！你大胆！民女不敢。你，春日宴上的事情不是我做的，你报错仇了。可你撕了我的地契条。撕了又如何？那只是收据。反正你家地在我手里呢。你要是把我哄好了，我还能不给你啊？那你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点心，我就不和你计较。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你爱说不说。嘿，你这女子牙尖嘴利的，你乡下人都这么说话吗？你就坐吧，反正我不挑，啥都行。好好歇息吧，混蛋！谢小满，赵小仙到底喜欢吃什么？不知道，他没说，要问自己问。还有，以后自己想攀高枝，别让我给你跑腿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。你。来了，你要做栗子饼啊？嗯，你呢？不告诉你。哎，汉臣来了，他怎么样？我黑吗？你大男人家的还管黑不黑？你要干嘛？以色侍求啊！去去，把酒给我。谁家儿郎刀在鞘？卖路儿郎，走着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汉臣今天有点怪啊？就是黑里透红的感觉。这是要下药啊？下什么药？这是巴豆粉。这个赵小倩我打听过了，在这白鹿书院里，她吃的是小灶，就连厨师都是郡王府带来的，那可就没机会下药了。我听说谢小满在他家做女侍，你俩去打听打听。